好嘞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农，继续给大家录制英雄联盟的视频啊。我们这边法外狂徒盲僧打野上单，肯定为了守护，我又要打补助，好吧，来吧，让我来引领你走向胜利。狂徒，我们来个虚，来个治疗吧，治疗吧。等一下，游戏里边才能直播啊！稍等，稍等。来吧，啊，咱又得玩36D。哎呀，不过说实话，其实不得不说，你说男人怎么就对女人这个部位这个起兴趣呢？其实据门哥这个多年的这个生活片研究啊，我真的发现，女生除了脸，就是这个地方看的最好看，其他的位置就是一般情况下呢，咱也看不着，是吧？所以说，都懂的，都懂的，这个快播万岁啊，快播万岁！好的，进入游戏。我们这边阵容已经确定，对面也确定，都确定，那来吧，坑吧！啊，让坑来的更猛烈一些啊，让坑来的更猛烈一些。啊，蒙哥，这回我要打什么？我要告诉大家啊，我告诉你们我打什么。我打一个输出流的奶妈啊，输出流的奶妈。其实输出流奶妈呢，这个真的是比较强啊。为什么说强？因为它的加血是比较多的，而不是像打辅助流的这个奶妈加血是比较费劲，比较这个差劲。但是前期呢，我还是要出这个一个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来着？前期我还是要满眼，但是我满眼的这个数量以及这个插眼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就是原先是我们防 gank 啊、防 gank， 现在我的插眼就比较偏向于一个帮助我们打野的一个侦查。嗯，好，进入游戏。哎呀，今天打了真的是很多局了啊，真的是很多局了。那么咱继续吧，咱继续。这个点儿也是该吃饭的时候啊，到晚上了，带我玩啊，就是那个服毒啊，你们服毒妹子啊，其实应该让他玩奶妈。说门农哥哥过来吃渣，那我这作为我来讲吧，那肯定是我直接就是传送到旁边，我来了，哎，咬着小屁股就来了。好嘞，哎，这对了，哎，我才发现索尔卡样子有所改变啊。那么前期还是要买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的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了。我要先买一个，买个这个，然后买个眼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走。我的力量来自众星。哎，我们这边，对面机器人直接这个刚掉钱，那我比机器人跑的能稍微快一点。虽然我现在刚刚在家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众星之子这个英雄，从做以后他的这个，他的这个。哎，大波儿貌似小了很多。好，走，打森人帮拉红，谢谢。那防卫狂徒啊，那前期其实我也防卫狂徒，我看一下对方的装，对方阵容啊，机器人 EZ 步枪之刃新红鳄鱼打野，新红两个法伤，主要是法伤。哎，我们这边这个植物人浑身着火，好吧，这时间段我也不需要这个帮忙了。我们防空图从外边绕，哎，大家看到啊，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一定要记住，前期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咱们尽量的保持一个无威胁。哎，狂徒哥来了啊，不是妹子来了，来了。啊，这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啊，机器人，那咱得淡定，咱得低调。哎，这时候可以进去看看了。哎，没有的话，来一下。哎，没有。啊，机器人不在啊，不在我就整你。我打，哎呀，点我两下，
我加血。哎呦，来了！这个歌来了啊，这歌来了。要小心啊！我告诉狂徒要小心。我的力量来自重心。哎，要小心。哎，狂徒，哎，好的。我怎么看到这个位置怎么这么？哎呀，对方在放线啊！哎，哥们儿，别往上压！哎呦，你看我说什么了？沉默一下，加一下血。哎呀，拜拜了，撒尤娜拉！我根本就救不了啊！哎，治疗。哎呦，那我根本就救不了，根本就救不了。我就说嘛，很明显的是。哎，对方再放线，就非得往前走。哎，不过这两位比我们这个比对方还要这个淫荡，不听话的是，看看这边。哎，其实植物人也蛮强。哎，看看这边，我还是要这个不能过去啊，不能过去。哎，这机器人又在这里，嗯，草丛一蹲。告诉一下。啊，没有去，金神还在这里，拿下小兵。哎，没有拿到。来自重心。啊，金神来了啊！啊，这狂徒上来就死一个，你就该啊，就该。哎呀，我们这狂徒啊，他死的真的是蛮惨，蛮惨，这死的比赵四他爸这个从这个房顶掉下来摔死那个还惨。你说你没事，你非得过去聊着，哎呀。而且机器人也抓我吗？哎呦，没有眼，那让他压，让他压。哎，但是你不要站在小兵前面去补兵啊！哎，哥们儿，你补啊，你该补的时候你得补啊。加血，哎，咱有奶啊！哎，咱有奶。哎呦，这机器人这位置，看我们狂徒这走位啊！大哥，你使技能啊！哎呀，哎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奶妈重做这个重做以后，这哎，好看点啊，好看点。技能这个特效也不错。哎呦，你的位置，你的位置又完了，又完了，又完了。打，哎呦，哎，没有打到，还好，哎，没抓到，啊，这还好，这还好，哎，这狂徒啊，大哥，你旁边有妹子陪，你也不能这样装，是吧？我们这边盲僧还没走，但是对方的机器人很明显就看到了，哎呦，啊，二级加来，哎，加下来。啊，又压过去了，大哥呀，这跟不同的这个补助以及 ADC 这个对线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注意不同的一些这个地方。比如说有机器人的情况下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像这种地方你完全的可以跑，不能在这待着。哎呀，这，哎呦，等会儿你真的，你说实话，这个狂徒，你死的真的比赵四他爸要惨多了。哎，俩回城，这好事啊。快补，我来，这看你补兵我都难受。哎，来口来，哎，对吗？这是一段回城，半管血的塔。哎，我给加一下血，让他多顶一下。哎，大哥，你赶紧的。哎，有兵线，别怕。对，哎，对方下台整不好就掉。哎，对的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该走了，哎，该走了。好，狂徒，哎，我，哎，狂徒，哎，狂徒，机器人你抓呀！我去，我看热闹呢，我还，加血，哎，大哥呀，你在这里，我操！好，我看你怎么死。你看，哎，有点反应。大哥，能不搞笑吗？哎呦，这有机器人，他在这里回城。哎，他说，机器人你过来抓我，求抓啊，求抓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机器绝对满足你的要求。
哎呦，我这来补俩兵吧。哎，你们个补兵还可以的。哎，哎呦，一个，这都给力。我点，哎，我打，嘿，哎，这个补不到了，哎，进去来了，哎，抓，你抓，你抓，抓来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加，我再加。上吧，哥们儿，你威武，你勃起了。哎，对，补兵，哎，还行。哎，哎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个狂徒，有些不靠谱。哎，应该，哎，狂徒，你真的有些不靠谱。我们这边上路打出优势来了，下路还在搞笑中，搞笑中。这狂徒这个意识太不，你这个意识，你这实在太明显了，大哥，那里有眼，你还往前上，精神来给他抓过去。哎，对，哎，没抓着，你太精神，你太让我瞧不起你了。哎呦，哎，来下。我们这个狂徒吧，他打的实在意图太明显了。哎呦，这让我受不了。好，有大了，哎，推线。哎，对的对的，哥在，不用怕。啊，好，打人好疼，你非得让我来一下。哎，有治疗，有大，有加血。哎，收个人头，舒服。哎，欧拉拉，欧雷雷。哎，我抓一卡。哎，你打不死我。哎，打不死哥，你打不死哥，你打不死哥。哎呦，我沉默。哎，打不死哥，你这狂徒。哎，搞笑了啊，搞笑了。这不是我抢人头，因为你真的打不死他，让我抢一下人头，但对方的下塔已经掉了。哎，盲僧，哎，看戏，看戏，哎，看戏，哎，卡德琳娜来了，哎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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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哎 ，W 一下 ，W 一下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满眼，哎，作为一个好的辅助，我得满眼，哎呦。啊，这狂徒现在哎乐呵了啊！这个一个狂战鞋，然后两个多兰，哎呀，这钱全浪费在多兰上。真的，说实话，这个多兰这个东西吧，前期你买一个，按理来说就差不多了。你买的越多越亏。哎，来加血，来上整他，哪去了？哎，红 buff， 这肯定红 buff。哟，哎呦，哎，好的，哎，我是沉默的啊。哎，好的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对，哎，这鳄鱼挺好笑，知道我们俩来了，直接往我们这边奔。哎，来，你的奶来了，你别动，别过过，给你加血加蓝。哎，我还给你加血。哎，哎，我气死这个吸血鬼。哎，你别动，我再给你加蓝。哎，都乖，哎，看这边。哎呦，这狂徒。啊，还是要放一个眼睛，来吧！哎，看这边，哎呀，这我就知道，这狂徒啊，这纯搞笑的，纯搞笑的，给他来个大，来个 E 一下 ，Q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你肯定你赢啊！对啊，哎呦，我这好吧，这个 EZ 赢了，这太搞笑了，这个，来，哎呦，这鳄鱼下路兵线。哎，有下路兵线。哎呀，这刚才我也挺纳闷的啊，这个盲僧在这里打完以后吧，你往后走，你非得往人大上撞，你这哎呀，有眼睛，你抓不着，哎，气死猴！我对方在我们这边插眼，我们这边植物人有所行动，但是对方你后边有个鳄鱼啊，哎呦呦呦呦，俩，大一下，我还能救你一下的，哎呀好。对倒，沉默一下。好的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没，二级血，哎呦，我们这边想打小龙，啊，打吧，好打，盲僧大哥你打呀，你非得引回来，引出来，哎呦。机器人，哎呀呀呀，来货了，
哎，大哥，这是两个人啊，而且咱们三个足可以把对。哎呀，这！哎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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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！疼疼！还没死。哎，这哎，大哥，你再上阵就要死了。哎呦！哎呀，这个大！哎哎哎！哎呀，这个盲僧，我靠！哎呀，不是这个盲僧，这个防空图。哎呀哎哎呀！哎呦我去！哎，怎么这一局我怎么感觉打得这么开心呢？虽然这个是吧？懂的，打我怎么打得这么开心？这我真的是由衷的看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！我们这个狂徒，这杀一死四了，哎，这怎么死的？这个好吧，很明显刚才这边是机神放了眼，这个结果我们这边这个盲僧说，我过来送个人头，这结果就过来了，这太搞笑了吧？你们能不能不这么打呀？一直在下，我们下塔还是很安全。那我自己去下吧，我可不补助年龄，你干啥去吧啊！这狂徒打的我是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臭的了。我们就盲僧杀五个，这一字有点贱，哎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来吧。哎呀，我加血。哎呦，这一字想杀我呀？你还有大吗一字？这个 EZ 有点贱，我也打字。这个 EZ 有点贱，哎，我也打字。哎，这狂徒又剩下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真的是这个有一个不会玩的这个 ADC 吧？这真的是太要人命了，我去。这我有些浪啊，这我这嘴我说这个EZ还有大吗？直接一个大告诉我，我有，好吧，我服你，好，看这边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反打他，直接加上一个大，哎呦，几滴血？五滴血，哎呦，定住了，两下，三下，第四下，打中，漂亮。这边，又是俩，那我帮不了你了。我刷兵吧。刷兵。好，这边插个眼睛去，这太搞笑了。这局打的实在太搞笑了。哎，狂徒，你又要死吗？你还又想死吗？这个眼睛还有啊，大家记住，这个眼睛这个时候还有。哎，下路兵先推过去了，那我去上路帮帮这个，帮帮这个拿锤头的。机身又去下了，机子用大收了几个人啊 ？EZ 杀了六个，哎呦，别让 EZ 起来啊！如果说我们这边这个 EZ 和对方 EZ 比的话，就他这个智障型的，好吧，挺聪明。你看该推塔就不推塔，然后，哎呀，我无话可说。哎，你别回去，奶来了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哎，来，让我刷一刷，刷，哎，刷一刷，哎，俩兵，哎，左扎右扎各种滚，随便滚，哎呦。啊，追！哎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各种加蓝。哎，哎呀，你又来了，大哥呀，你脑瓜子想什么呢？这大哥，你真是赵四他爹吗？我去！哎呀，我巨蛋。血鬼现在是完全杀不死我。哎呀，我们还带个赵四儿打，这赵四儿也玩这个英雄联盟吗？一边玩一边抽啊，那得。哎呀，往前带一带就好，走。800多块钱，钱并不多，
等一下回去先出一个催化，提高一下我肉啊，提高一下肉。这是输的节奏呗，大哥，你带一个半身不遂的这个狂徒，你看走道的确瘸子，你看，他的确有点瘸。你带一个这个半身不遂的狂徒玩，你这请等输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加血，哎，秒 EZ， 这咋秒啊？啊，要淡定，对方很明显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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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。哎呀，我的大都放满了，哎呀，加血，哎呀，治疗上的吗？哎，该上的时候你得上了，加血，哎呦，你这时候这点血就没有上的。有奶妈，我真好奇你们怕什么？这卡琳娜，哎呦，就又打个贯穿，啥都没打着。你看对方四个残血，那加血。哎呦，我们这边这赵四他爹呀、啊，这大哥呀、啊，你，哎呀，这真的是这一局吧，咱碰上一个这种玩意儿啊，就这种那个。这个嘴歪的，这个就打英雄联盟嘴还歪的这种，你说你碰一局碰上一个，咱也够受的了。哎呀，你看这瘸子又来了，我怎么还能补住他呢？他哎呦，好，我认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他又开始推塔。哎，好，我沉默一下。哎，加点血，来瘸子，你慢慢打吧。我真是纠结了，门哥很少这么纠结啊，但是这个最近比较频繁。这个男人嘛，啊，都有这时候，哎呦，机器人的侧翼，哎，这啥？吸血鬼也来了，哎呦，我们的位置很差呀。你说像这种有兵线的情况下，要不你就推，要不你就撤，你这拜拜了，你该干啥干啥吧，我去上路了。机器人还是满血状态，哎，中路要废。中路这个人真要废，位置很差。哎，闪现了，他不管了。刷兵，我一边看一边 Q 啊，一边看一边 Q。哎，好看啊，好看。哎，好看。哎，带兵线。其实我是 ADC， 嗯。看这边，哎呀，大哥，这狂徒，这个大哥，你手能分叉吗？我，哎，慢慢刷，我还刷，继续刷。哎，回城，哎，下路兵线，索拉卡城带兵线的了，你这纠结，哎呀，纠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不应该呀、啊！这是，法术类，法术强度。哎，哪去了？哎，这，走。啊，这哥们儿，好吧，给你了，我服了。啊，谁也是。不打野，我也不买眼啊，娱乐，工作不忘娱乐。我们这边这个植物人他的输出已经起来了，其实在团战的时候我保护住植物人以及我们这边的未来守护，只要保住这两个人就可以。我觉得卡琳娜在带线，哎，推线，哎，上塔的血量很高，我们这边在三个人都过来了。好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哎，对，给你加血。哎呦，哎，过来，让我来，哎，等会儿，搞一下，你让我来一下。哎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没什么不好啊，这个我也没抢，我就是随便弄了一下。哎呦，哎，我勒个去！
魂送啊，这个。哎呦，我连大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招，没招，啊，没招，这来一个这个瘸子 ADC， 你看杀二死八，我都杀二死三，这没招，纯没招，娱乐娱乐啊，继续娱乐。哎呀，这新红什么裸什么怎么了？啊，没发现吗？我要打字啊。咱们 ADC 姓赵啊，姓赵，姓赵。走。来自众星。啊，咱们 ADC 这个姓赵啊，叫什么？这个赵四他爹那应该叫赵二吧，挺二的看着，反正，哎呀，这我真的纠结。其实打的吧，上路中路打的都不错，这完全是被我们自己 ADC 带乱的节奏。这那里有，哎呀，好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节奏。上大哥，你倒是上，你开视野，哎，好好的开视野，开视野。开始哎呦哎呦，我感觉有人被抓，哎，好，上了一个眼睛，哎，这姓赵的在后边待着挺好啊，我就不给你加血，我他妈真是由衷看不上这个 ADC， 哎呀，哎，在追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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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正在追，好的，我沉默，哎，加下血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哎呀。哎呀，直接开大，好的，哎，就是这个节奏吗？对对了吧？塔掉了，哎，直接推呀，这还等什么呀？哎呀，没抓着，哎呦呦，哎呀，哎，我加血，哎呀，我沉默，哎，直接打断你大，哎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哎，就是这个节奏。我们这个姓赵的，哎，这个姓赵的，哎，我很看好这个姓赵的。哎，这个姓赵在顶，哈哈，哎，这哎呦，这我也顶，哎呦，又来喽，哎呦，这打得太欢乐了，我真觉得这一局这明显可以当成搞笑片了一样的看啊。加一下，啊，还有血，不给你加，给自己加，哎，给自己加。我可以秒一 Z， 哎，这那就是好事。哎呀，哥们儿，这里是有眼的，哎，哎呀，这歪打正着啊！你什么时候看到他在这里？我引领着啊，催化。咱也得做点贡献，拿个假眼，来个真眼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怎么死的？你告诉我。对面打的也挺激进啊，不过这真的蛮搞笑。我们这边光明守护还真起来了，然后，朱人也算起来了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，哎，好的，哎，点，这个鱼真硬啊。哎呀，我们这边这怎么总是觉得这个。哎呀，一下两下三下，哎，一再秒了，漂亮！哎，漂亮！那你都上了，这个卡莉娜他没有大了，这完全可以追死。哎，看我们这个赵二，放了一个这个，那对，对，但是你得积草丛看看呀！哎呀，哎，我的嗓子，哎，你看你这时候进去，哎，机器人，我们赵二来了，哎，这机器人不给力啊。不过我们小兵比机器人给力，推线去了，哎，给力了啊，给力了，这，哎，点，看能不能追上，来，宝贝儿，这不追了，大哥，人都这么远，你不追了，哎呦，这太搞笑了，不，来，给你加上，哎，自己的孩子不能不管啊，我去，等你打去。啊，你干哈去啊，大哥？对呀，啊，
哎呦，啊，亲哥，亲祖宗，哎呦，这未来守护的伤害还挺高的，哎呀，也没打不着，哎呦，这哎哎，这哥又来了，这哥又来了，直接加血，狂徒加下血。哎呀，这边，哎呀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看谁跑得快！哎，对，看谁跑得快。打了一下，沉默一下，开大，哎呦，哎，这个赵二怎么？哎呀，这个赵二，哎，别说我们这边植物人，哎。植物人还真的是行啊，找位置，卡琳娜在这边，四打五非得打，哎呦，回身一个两下三下闪现漂亮，哎，赢了，哎呀哈，这植物人玩的不错啊，给力啊，四打五非得打，这哪是我非得打呀，这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智障啊，这小子瘸子，这一瘸拐的这个，这哪是我的事儿啊！我去，哎呀，愁，哎呀，完了，哎，一个大，哎，刮到，你看明明是有机会跑的，这非不跑，大哥，你往里扎一下呗！啊，我操，我打字的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吧，真的应该买400，这里有眼睛吗？没有，哎，蓝 buff 呢？没有，这里啥没有。哎，我真的是觉得应该是买400，但是我不能买呀，我总死啊，我去，啊，来吧，啊，这扫打重组以后真的漂亮啊，真漂亮，来，哎，好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，啊，我拿这个杖就是月亮，我其实我叫水冰月啊，水冰月啊，不过他这个身材，哎，侧面点，哎，哎，真差劲，我去，还不如原先的，还有一个眼，查龙，不秒一 Z 或者不祥肯定输，咱有个智障的，咱就赢不了，沉默一下，哎呀，这一个这个大好像收了好几个人头了。这盲僧也挺背，直接往这边用技能想要踹小兵，结果小兵没了。哎呦，完全没有视野。哎，这娱乐啊，娱乐，工作不忘娱乐。来个眼。啊，掉一个塔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哎呀，怎么就是这样呢？怎么每次都是这样呢？漂亮，哎，就是这样上啊，哎呦，哎，我真没有加血了，其实我们这边输出真比对方高，但是我们这边有瘸子，有一个，哎，对，就是他，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他，我就真的是没法打、啊、没法打，哎，就是他，大家看到，就是他，使他，就是他，对，我小哪吒，这又一个大，哎，哥不死，哎呀，哥不死，哎，打不着哥，哎呀，到底打死一个，盲僧上，我相信你 ，fighting， 哎，加速，来，再来一脚，哎呀，你这反应，啊，好吧，算你狠，带兵线去。上边路是我的，总是打的这么极限，这玩的我不知道是玩的什么意思，不过玩的真的是蛮开心啊，蛮开心。男爵不死，正好男爵，哎呦，我现在没眼啊！哎呀，这好多小兵，好多小兵，哎呀，好爽！哎呀，好爽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我的心！哎呀！哎呀呀！哎，哦耶！
回城。哎，对方没有打男爵。哎，对方人呢？啊，在这里。我发现吧，今天咱这个乌鸦嘴吧，真的是蛮准。冰杖啊，冰杖。我真的是啊，这玩的蛮开心啊，蛮开心。蛮开心啊。我们的智障呢？啊，这儿完全，我感觉他完全没有输出可言。看这边啊，植物人会不会被抓？哎呀，这个哎呀，我这嘴巴，哎呦，这是五个人，哎，往后撤，对方不打塔那是没事的，上现在可以秒，全秒，被秒了。被秒了！哎，你这你抓我，你干嘛玩意儿？我沉默。哎，我还有治疗，我再来个大。哎，哎呦，血鬼，你上啊！哎，这时候该轮到你了。哎呀！死不了！哎，没死。这，哎，再来。啊，刚被推一路，啊，没事，男枪什么走位？我跟你说了啊，他姓赵，姓赵。赵四儿知道吗？我还打字。赵四儿，知道吗？赵四儿知道吗？就那个嘴总抽的那个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赵四儿知道吗？知道。男枪，就是，啊。哎呦，这可以抓一下，可以追一下。男枪就是。加血。这都是我的。哎呀，咱换一下呗，这仨给你，我要这几个。啊，好，哎，又抓回去了，哎，这个姓赵的又上了，哎，姓赵的，赵哥，哎哥，你能不能打得稍微低调点，或者淡定一点？这咱们只是刚刚丢一个，哎呀，这哥又去了，哎哥呀！赵哥，咱不能这样，赵哥。哎呦，加血，开大，沉默。哎，我还收了一个人头。哎呀，我死了，我还想再收一个人头呢。哎，我们这边打团灭，直接推啊，直接推。没人扛啊，没人扛，咱赵哥扛着呢，我去，赵哥那霹雳舞跳的，哎，给力，您看啊，看，哎，赵哥，哎，果然扛，大哥呀，你果然扛啊，赵哥，赵哥，咱打的稍微好一点行吗？咱认真点打行吗？哎，好，哎，推掉，你们八秒钟机器人出来，16秒钟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还能再推一个，哎，有赵哥在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哎，赵哥走了。啊，赵哥走了，赵哥呀，你能不能配合点？哎，穿过去了，哎，赵哥去打这个蓝 buff。哎，赵哥，赵哥是这么个意思。我等着这个，哎，时间太长了，往下走，哎，往下走，刷刷兵什么的。哎，来，芒子哥，芒哥，芒哥去上吧。哎，芒哥，奶妈给点眼。哎呦，我是 ADC， 我不是奶妈。哎呀，一个没用到。哎呀，太能抢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们这边的植物人吧，的确是主力。哎，看一下这边。哎呦，对方在打，那都往这边来吧。我们赵哥呢？赵哥来了啊！赵哥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血量啊！我的力量来自众人。哎呦，这个血量啊！还是没有想到啊！哎，赵哥上了，
我们这个位置啊，男爵被抢了，直接防吧，直接防吧，那就不用想别的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不过不得不说，这南强的确是瘸子，平常看他走道就一晃悠晃悠的，他脚的确不利索，的确不利索。哎呦，这大龙给我打飞了啊！好，谢谢，完全得谢谢你。来吧，我先出个腰带吧。哎呀，上塔！哎，上塔！哎呦呵，这个眼没放的有点意思啊，但是这塔防不住啊。哎呦，机神来了，我沉默。哎，哎呀，那要是这么打的话，完全得……哎呀，这哥们儿！哎呦，杀啊！兄弟们，盲僧自己在外边啊！哎呦，不上呢，我真是这想不通啊！直接出去啊！这对方已经可以说位置很差了，我去！哎呦，哎，我沉默一下，哎，打不着，哎，我去顶顶兵线，哎，别说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咱们赵哥上了。哎呀，赵哥，你又猥琐了！哎呦，这机器人啊，看看看看啊，看我应该在那 Q， 一边 Q 一边看戏。哎，抓！哎，机器人你真不给力！我这来一下，哎，加血走啊，没有人。其实现在还是能打啊，还是能打。丢一路，对方也破一路，也就是说中路，而且我们这边中路的这个兵营已经刷新了，而且下路你看，下路兵线很好，就是说我们这边现在与对方也就算是个持平，38-42，也就丢4个人头，这没准还能赢，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这边直接是出了兵的，哎呀，沙漏就出了，很好很好。其实我们这边打团战吧，真的是比对方要强，先秒掉 EZ 和卡琳娜，然后对方，哎呀 ，EZ 直接出了三这个重生。杀18-47，对方主要输出就是 EZ， 先杀 EZ， 先杀 EZ。哎呦，这 EZ 这个搭，但是没有眼位。我就不买眼。啊，这惯你们臭毛病，除了我买眼，你们都不知道买。哎呦呦呦呦，砸哪去了？哎，哎，我来加血了，我来加血了，哎，我来加血了。哎呦呦呦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哎，哎，沉默，哎，这得上了，哎，这得上了，哎，我一个人上了，哎，好，说走咱就走，好，我们这个队友很果断的，哎，我一看他们上，我冲啊，哎，我就冲上去了，然后当我发现这个我冲到对面的时候，这我队友全往后走了，这，哎，这搞笑啊，搞笑，打得开心，这一晚上我就这一把打得很开心，哎，别消失，让我一跑，可。哎呀，加一下速能咋地呀，我去 EZ 春哥了，哎，看植物人，机器人，好，我们塔又掉一把，但是上路比现在很好，哎，我沉默，哎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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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哎呀，加血，哎，好的，我继续，哎，我就是不死，就是不死，哎，我死了，哎，好的，合适啊，哎呦，赢了，我去，直接推下去，推，哎，这一波流，啊，一波流，别等了，哎，我们这个赵哥啊，你快点，就你指望你打塔呢，哎，赵哥。哎，这机器人找赵哥去了，赵哥回身一个技能，赵哥，哥，哎，哥，你别补兵了，后边的，对你方向你得分清啊，你别管他，你去推线，哎，赵哥，哎，植物人，哎，这控制住，哎，没有，哎，赵哥，哎呀，我浑身痒痒了，大哥，我怎么看你打我，怎么浑身这么别扭呢？哎，看看这边，哎。哎，赵哥，哎，赵哥，我知道你去抓他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还不如去推塔。赵哥很迷茫，你这迷茫啥？就是这个
赵哥真的很迷茫，我真的发现他很迷茫。好，殡葬出来了，走。哎，丁峰又破一路。哦，好，我们赵哥，你看这个时候他可以上了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赵哥，哎呦，这血 ，AZ 全走了，大哥。哎，查了一下，哎，别往后，别往后走了。来来来，奶妈来了，奶妈来，快快快，支援，支援赵哥，快。赵哥，大辣椒来了，大辣椒来了，我来了。来加一下，哎加一下，我还有大，要不要再加一下？直接回城，新闻这里没演啊，我不跟你们不陪你们了，还是我们赵哥比较利索。哎呦哎呦，哎还是赵哥利索，你别说，还真打出点样子啊，打出点感觉。哎呦，对方想要推我们上塔，直接团下啊，直接团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们这边输出的这个植物人玩的非常给力。来抓我抓我沉默你。哎，咱沉默都带冰冻效果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躲。哎，赵哥你又去了，赵哥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沉默，直接开大，要 Q， 再摁 Q， 我再摁 Q， 赵哥呀，哎呦，这四个全残血，你怎么不上啊？点。点，队友在干嘛呀？哎呀，这怎么能打成这样？我们这个赵哥，我靠！哎呀，这个赵四啊，不是赵四啊，这个狂徒啊，这个狂徒啊，我，这都不知道点谁了，我去，怎么打成这样？这，哎呦！哎呦，我真服了，我真服了，我是真服了啊！我是真的服了。时间还来得及，18秒。哎呦，貌似来不及了，应该输了。哎，我真服了。哎呀，我们这边的这个 ADC 真的姓赵啊！我靠，我不是说的这么准吧？完全输在他的身上啊！我去。哎呦，哎呀，完了。傻逼了，南墙。哎呀，这太搞笑了，我这搞笑的我都这，哎呦我的嗓子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得歇会儿。哎呀，这小品演员也过来打撸啊撸，这果然是赵四儿啊，赵四儿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狂徒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狂徒啊，死了12次，杀了12个，死了助攻20。他这12次啊，真的死的比赵四他爹死的都惨的。这赵四他爹这在房顶上这个翻跟头摔死，我大哥，我估计你是在原地翻跟头都得摔死，你这智商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不说什么了，好吧，哎呀，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哎呀。